今日嚟到 Hillwo 咧呢個超市，睇下今日嘅物價，嗰啲生果啊、蔬菜啊嗰啲嘢，哇，好新鮮喎、啊！啲生果399一 kilo 番茄，哦，新鮮黃瓜49，哇，苦瓜靚，幾大包。嗯，哇，啲蜜瓜好靓喎，今日好新鲜喎，四扣一百，呢个四扣一二，大条嘅咧，哇，呢碌大喎。一條夠飽啦，成家人食都得。五溝半絲瓜，六溝九九，啊，佢有兩種嘅喎。呢只絲瓜咧，望落去咧，有咩分別呢？個形又似啦，應該係都係屬於絲瓜嚟噶嘛，係嘛？應該個形又係，但係個名一定唔係啦。599豆角，嗯，生菜2.8。白菜仔2.9，幾靚喎！呢個白菜仔今日，琴日我去超市睇咧，嗯，好肉酸，唔新鮮啊！望落好多菜都，嗱，依一間嘅菜咧，你望落去咧，大部分都新鮮嘅喎，不過份量好似好少喎，得我幾棵，一個人食就差唔多2.01。差唔多系咯，差唔多2.1啦。呢个1.9，差唔多2.，但系几新鲜喎，份量啊少咗啲咯。嗱，依包菜都好靓啊，你睇下，脆卜卜噶，望落去咧，嗰啲颜色咧几靓。3.9差唔多。嗯。因為我未食過呢個白菜喎，呢個咁大棵嘅白菜未食過喎，香港我啲係好細棵嘅，2.2 ，OK， 嗯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很久没见，哇，今天我要买一些菜，回家做饭，哦，你一个人来咩？没，我老婆在旁边，在外边。哦，你老婆在外面哈。对，等一下叫她过来挑一些菜。哦、Hello。啊。哎呀，对，我们马上带。就是这，旁边附近哦。哦，旁边附近啊。对，很多嘛。哦。等一下过来挑两个西兰花。挑两个西兰花哈。哈哈。好的。她在外边。好，我再怕其他东西。嗯，哎，这个菜也可以哦，叫他等一下过来买。这个芹菜啊，你们是不是叫芹菜啊？
是哦。我们做了，没有。哦。好。哇！咦，這个菜心哦，呢、這个唔系菜心，系芥兰嚟嘅呢个。呢、這个芥兰好靓喎，好翠绿喎、哦。诶，咁三扣四差唔多，抵食喎。好似香港芥兰咁喎。嗯，呢、這个好似香港菜心喎、哦。系啦嗱，呢、這个菜心靓啊，呢、這个菜心。品種都好多啊！依間菜，其他東西，呢個紫番薯喎、哦，差唔多五溝，望落幾靚喎，好新鮮喎、哦。食材一定要新鮮，你都唔新鮮咧就唔好食啊嘛！哇，啲薯仔七溝九九，六溝九九即係六七蚊，就一 kilo 啦，當然係都幾靚啊！嗯，啊，佢一檔啲魚丸咧又係好新鮮嘅，同埋啲魚餅咧。熱辣辣嘅喎，啱啱炸起嘅喎，因為我哋上次買過咧，哇，幾新鮮！你睇下嗱，我啲熱氣咧仲供出嚟。芽菜，有芽菜加有豆腐啦。哦，好，影下隔離。葱啊，嗰啲咯，呢条呢度要就啲冰甲鬼，咦？买鱼啊？虾咧？食唔食虾？啲虾好新鲜嘅喎，呢度。四十八溝九一 kilo， 差唔多五，即係為一百蚊一 kilo 港紙都唔使，九啊蚊到啦，而家跌咗嘛馬幣，九啊蚊一 kilo 港幣，大大隻，有蘇東魷魚啊嗰啲咯。幾大條？呢啲呢只係咪叫水？我哋香港叫水友喎、啊，呢只呢啲啊叫墨魚咯，我哋香港叫。哦，呢啲叫鲶魚咯，我哋叫鲶魚科啊，呢只叫。是不是想買一隻雞啊？我仲呢隻牌子好喎、啊。呢隻牌子好咩？嗯。我哋等。唔係，冇得嘅，最好。哦。十八溝。唔係。咦？佢寫住係十四溝。十七蚊一隻。唔係我隔離呢個喎，喂。唔知邊只咧？呢兩個邊個咧？係咯。呢度十。呢個好明顯係。十四溝四九啦，你而家手揸噶啦。啊，一 kilo。一 kilo 係啦，咁你只雞係啊，呢只雞。即照稱咯。照稱咯，我諗嘢溝到啦，你只雞。啊，其他。呢啲萬粒啊。Hello， 肯做美姐你啊？啊。好嗎？好。好，最重要好。啊。嗯。
入煎輕。咦？係咪呢一隻猴子都有隻？哪個猴啊？啊？他說哪個猴？唔同嘅，唔同嘅。我唔同嘅。邊個好食啊？啊？邊個好食啲？誒、欸，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啊。手揸個好食啲啊？啊。新鮮啲啊？啊。哦，係咩？我送你喎。嗯。好，就呢只啊，睇下幾錢。好好，等下等啦，等你得閒先。嗯。呢一隻係鯊魚啊？唔係吧？細細份，夜幾溝啲三文魚，有啲蝦劈好咗，咁都係十幾溝啫。嗯，好，哇，要排隊啊，斬雞都，你要買雞買魚都要排隊啊。咁啊，呢度系干货啦，跟住好系咁。喜欢我呢个频道嘅网友，请你留言、点赞。未订阅我嘅朋友，请你订阅、分享俾你啲朋友。记得揿埋个钟仔，我有新片你就会收到噶啦。多谢支持，拜拜。